那你看哦，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改成人口数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是多余的，是要把它给删掉。这是总计，就是说86年松山区是20万人。好，所以这一栏是要把它移除掉。可以吗？反正只要是衍生栏位，其实你拿到的资料里面遇到衍生栏位，应该都要把它删掉。接下来呢，请把这个男女，就是你先选到男，接下来拖移到最右边。诶，对不起，这里面有一些根本就是没有资料的，就把它给删掉，有看到吗？因为你没必要去转那些空白。好，所以请把这个后面从203开始，然后到这里，滑鼠右键移除资料行，就这些都不需要。好了，然后重新再做，从男生。男，然后拖曳到最右边，然后去做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枢纽，而且这个顺序一定排得很好，记得这个要改成这个重新命名，重新命名。叫做性别，这个要重新命名，叫年龄别，不对，人口数，可以吗？而且它这里面。请用取代值把那个空白全部都拿掉，空白，确定。然后请把这个性别的空白取代值一样，这里面也有一个空白哦，变成没有任何东西，可以吗？那当然。人口数啊，为了等一下我们呈现方便，你可以把人口数全部都改成整数。这个动作就是现在我做的这些动作，就是非常标准的，叫做资料前处理，也就是数据清理，可以吗？因为人口数一定是整数嘛。好，对，我刚刚做了几个动作，还是跟你复习一下。首先我把总计给拿掉了，总计是多余的。拿掉，我都是用滑鼠右键。再来，我是不是去把最右边根本不存在那个空白全部都拿掉了？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吗？因为很奇怪的是，它的那个格子里面有每一格都塞了一个空白在那边。听得懂哦？你看不到，因为它是空白。所以你看不到，这很正常。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不存在的，它就是存在。那些都有空白的那些栏，全部都先把它移除掉。移除掉之后呢，我就去做这个资料行，取消资料行枢纽，可以吗？取消资料行枢纽就是从这个很长很长很多栏的。直接换成什么？换成现在变成只有2栏，可以吗？这就是一个转字，部分资料行转字，取名叫做那个枢纽。好了，做完这件事情，然后改名称，再来，请把这里面空白通通都拿掉。松山区有没有空白？有。
我看资料我都看习惯了，真的有。好，就算没有，你多做一次，对你只有好处。好，这个取代值，空白，一个空白取代为好，确定，确实嘛，都往左边靠了一个。好了，最后整个都做完了，常用底下的关闭并载入。你看，从刚刚原本的资料，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干净而且可以画图的资料，可以吗？这才是我们要的，换你们动手来去做。